下降，怎么下降？哦，想办法弄一个下降梯，就想办法先卡住这两边，然后底下有个东西能往下伸展，是不是这样？破碎器，没错。哎，你没死。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什么都不做，然后就让这个往下掉，你在底下接住就行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下去啊？怎么上来了？再来一遍。对，咱们这次什么都不做，让游戏制作者都傻了。对，我就从这儿往下扔。你上回怎么跳上的？你好像是拿着这个东西跳上去。下来了，我进来了。来，你把那个电池递给我。好，放。你接住，再来一遍。我这没得下降到一瞬间，我再伸手接是吧？哎。先拿它到右边，然后往这边延伸。好，哎，够不着。正经的来吧，得有个东西卡着边儿。哎，这还能电连电呢。来把电池拿走。哎，操！
啊，确实短了点，再做长点。拉一下就行了。哎，这你做的是吧？哎，把这个拿过来，那直接用这个试试。没准。对。好，再往下走。哎，好好。他好像把路给封上了。哦，操！底下那得再加个板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加个护栏，好，这应该行了。先把电池放进去，先把电池放里。进去了，好，先伸长，好，在桥上的时候往这一走，可以啊，你先到底下接应，你先到底下那接应去，然后我再拉长它。好，这就运气了。这怎么还怎么不走？操！就快撤了。这么撤点它掉下去怎么办？撤掉了，撤掉总觉得它会掉下去。电池，一直撤里。右边没板，右边没板，你先。好，进来了。这个车，哎，你在这儿也行，你在这里头也行。好，你拽着这车好像就有点沉，是吗？行，展开展开。我操，怎么回事？好像它是变道变得太快，然后你和那玩意儿还在虚空上呢，没跟着过去。还没塞进去了，好，进去了，嗯，我在这里。
推它。好，行行行，展开展展开。哎，摁错了。没有了，底部是，哦，有站的。哎，你上哪去了？行，别动它了，人到右边去接应就行了。好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已经八九不离十了。好，过来了，行，爽。